是你的姐妹，我不是你的丫鬟。Apple 就是我们演艺圈知名的小公主，她就这样啊，鞋带掉了耶，她就看我好。有奴性，他就马上奴性。但他们一定有付出一些什么，比如说崇拜的这些朋友出去，是，然后让周遭的人冷嘲热讽。这是什么样的贡献？今天晚上10点，请打跟班。